们都是北大的。我很不高兴啊。怎么？我往这一站，没人认识我。啊？我刚才我在门口站着来着，知道吗？啊。我在门口站着来着。啊。没人认得我。凭什么我们就应该认得你？您是卖什么呢？什么叫卖什么的？您在西门外头卖过证。你怎么知道我那证是买的了？不是，我们凭什么就得认得你？我认为北大是一个很有学术传承的地方啊。好，那这句话您倒是说对了。我要上大街上，人不认识我，不认识我正常啊。啊，我在北大里为什么也没人认识我呀？您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六十年之前也别说啊，六十年之前大家伙都认识我。六十年啊，那会儿我是一个明星啊。不是，现在是不行。等我先，我这您六十年之前啊，六十年呢？您竟然高寿了，94岁了。我还真没看出来啊，小鬼。那94了还够新潮的，你看看，够时尚。你就不许我们老年人焕发一下青春吗？60年前您是明星。那当然了。干什么的明星啊？那会儿还能有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戏剧行业。哦，国剧。哦，就是京戏啊。对，您是唱京戏的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回去问问你的父亲你的祖父啊，提我的名字都知道。是吗？嗯。您的代号是免贵姓郭。姓郭。嗯。艺名是芙蓉。我找这人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在这个精神方面跟他有点相似了。哪儿您就94了？哎呀，我真的我是我老艺术家郭芙蓉六年爱我。哦，好。这里的山路四方弯。您是唱京剧的？哎，我是国剧演员呐。好，您是唱哪工的呀？啊？哪工？啊，是工的。我工的，确实是工的，如假包换。您要应该是叫芙蓉，我以为您是母的呢。所以我证明一下吗？什么证明一下？我跟您唱哪工的？什么行的？啊，行的啊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生旦净末丑，啊，神仙老虎狗，我啊，拉木打琴扫后台，啊，倒盘桶，哎呀，我行，给师傅捏脚，行，我全都行，哎，行了，这角不露脸啊。哦，这体现出我们是跟师傅学艺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我们不是戏校出来的。行了，郭老板啊，这个既然咱话说到这儿了啊，我呢学这个相声也有些年了。哦，有这么几年没和94岁的老艺术家合作过啊。你吃亏了是不是？今儿赶上您这么一个京剧的老板，我跟您唱一出怎么样？谁呀？打二位。你干嘛跟我？跟您咱们唱一出啊。你这不挨骂吗？啊，这什么话呀？你挨骂呀。这怎么了？你不尊重老前辈呀。你跟我唱一出啊？啊，你配吗？怎么了？那当初那都是小马他们跟我唱戏。小马？小马？小马是谁呀？年龄啊？年龄小马。马连良是小马。我跟他说过好多戏呢。小马，这位这口气。还有那谁，那个小芳。小芳。后来不有个歌纪念他吗？啊。他有个姑娘叫小。我跟您打听打听，这小芳是不是姓梅呀？哎，对，你认识哈？梅兰芳。啊，对，小芳。
姓什么？没来吧，小芳。小芳啊，您真敢叫？什么叫敢叫？这二位都是国剧的宗师。跟我学过很多。那会儿我比他们强啊。是啊。啊，我画头牌的时候，他们二牌。火。后来我西影舞台，这他们才出来。是是是。不是啊，即便是您跟这些名家同过台，是今天我是向您学习。哦，借北大这么一个舞台，为让大家看您，抱着学习的态度，我算棒角的，这我喜欢啊，好不好？爱你这样的孩子，哎，跟你这孩子不值得吗？多好，腊月养的还动手动脚的，不是动手啊啊，多好，什么毛病你？我喜欢你这样的啊，不是您答应跟我咱们看你不是跟我学吗？对对 对, 对，那没问题，主要听您。哎，那当然了，好不好？那当然了，咱们唱哪出啊？啊，对，说。是吧？啊，那个，来吧，来吧。什么我什么来吧？来，你挑。干嘛我挑？废话。废话，怎么了？你跟我唱戏，你还让我挑戏啊？我是老艺术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老艺术家90多年了。嚯，老艺术家。我京剧我会40000多出。啊？我怕我跳出一出戏来，你甭说唱，你听都没听过呀。脸一热到后台，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。我没有那么大技巧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挑一出，行，你会吧？您就为我好就完了。会，好好好，咱二位来一出《群介华》怎么样？群介华，群介华啊？这是谁？这人是谁？什么？群英会，借东风，华容道，这那党曹啊？这谁不知道这个？群英会，借东风，华容道，你得分开说。什么群介华搁一块儿，这什么时候都添的毛病了？这孩子就这么叫，近20年的毛病吧？啊，不，早就这么叫。我唱戏那会儿不唱这戏，为什么呀？这戏多没劲呢？为什么呀？这什么群介华？群介华呀、啊，就是群介华，那个人多，这戏人多，知道吗？哦，人太多了。对，这是个大戏，对不对？好些人的吧，对不对？好些人，光打群的好几百。啊，没有，啊、好几百，咱赶不过来那个。也对，不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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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唱的相对人少点的，人少的什么戏？大唱二怎么样？哦，大保国、汉皇陵、二进宫，唱功戏啊，哼，仨人绕着唱。对，一个那个老头，老头，一个大老头，大老头，啊、还一个那画的跟花花似的那个。对不对？抱着那个，抱着那个，芙蓉，抱着那粉锤了，叫我干什么？你这人叫我，你赶紧买一姿势去。您下回再摆这姿势的时候，您插一根避雷针。我等雷劈呢，是不是？还花花似的，您这什么词汇？这是当店有漂亮的呀？当店做一小媳妇儿，小媳妇儿这么漂亮啊？行了行了，那是徐彦昭、杨波、李彦飞，就这仨人啊？对呀、啊，仨人，咱们来呀、啊？来不了啊？怎么的？人家仨人，咱们俩人啊？是啊，到最后人仨人绕着唱，哦，对不对？对，戏活吧？对，绕着唱，对，有一个人不够板，耽误一台。咱俩人赶得过来吗？咱俩赶不过来，就是、啊、大家听着也不过瘾。那当然了，这回咱们找一俩人的戏，俩人的戏，咱们二位来一回《国良官》怎么样？什么？国良官？什么什么？大小分啊，就是父子会。不，怎么了？不对，怎么了？呵呵，我们上这个地方演出啊，比较文明，知道吗？哪不文明？你不要老父子的这种东西。你说我是来父，我是来子？你来子啊？我怎么这么贱骨头？你来父，我不爱干这个。我干嘛来？我干嘛？我占你便宜？我来父。我告诉你，我最不爱说这个啊！什么？我是你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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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最不爱说这些东西啊！您都快跑了吧？不唱这戏，不爱说玩四个。不唱，庸俗。好，咱俩去。我跟您说，郭老板，啊，这个我会的可没那么多啊！我不跟您是一张嘴，会10000多出。我说的40000多出。好，我还听差了，40000多出真不会了啊！
我就眼前这么三出两出的。你能会多少啊？就是啊，您得救过我，咱们再说一出，说一出，然后能唱唱，不能唱就算了。您说什么戏？咱们二位来一回《黄桃楼》怎么样？哎，黄窝头啊，这好粗粮什么呀？带水战，带水汉。三气捞鱼，三条咸鱼，牛背过江，老头两缸，三杯捧杠，蘸点葱酱。这位饿了，这位，你推我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你推我没听明白？怎么没听明白？黄鹤楼是啊，黄啊，我不是黄鹤楼，什么黄鹤楼啊？黄鹤楼啊，黄鹤楼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咱们俩这开始吧。黄什么？黄鹤楼，黄鹤楼，你瞪什么眼？瞪什么眼啊？瞪什么眼？会是不会？废话，废话，我老艺术家，我能不会吗？我会四万多出戏呢。啊，好好好，我能不会黄鹤楼吗？不就是？就是黄鹤楼，唱呗。哎，咱们不能全唱，这戏太淡。大戏吗？对，我就说是大戏，不是？是啊，对啊，咱们是掐头去尾，不成能劲。我那就甭唱了，那就那就甭唱了。什么叫甭唱了？今天我讲讲戏曲理论。你老扒拉我干嘛？唱当劲，唱当劲，这不说好了唱一点吗？啊，这这西湖这块是吧？就是刘备过江起，张飞闯帐完。哦，这这这一块，就这一点。什么？咱们二位分分角色好不好？分什么角？一共有四个角色啊，就是四个角色，哎，四个角。对对，我明白，明白，对不对？太明白了，我捡我会的挑，捡你会的呀，好不好？你不会的我来啊。哎，那最好。我刘备。啊。我刘备，你什么？刘备，呵，呵，呵，怎么了？这胖子够油的啊！您别看夏天他刘备，冬天我怎么办？我留路子。那个沙发归你，电视归我，那个刷床归你，洗衣机归我。男孩归我，女孩。我不看你九十四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凿一坑，我就把你埋这儿。我们俩是离婚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说的刘备吗？刘备就刘备吧。你说，大家伙都听见了。听见什么？我刘备，刘玄德。哦，啊，小刘，啊，小刘。就是刘皇叔是我，嗯，怎么了？刘什么？皇叔啊！你平时就不上网吗？我要想看那个，我就上红狗那博客里去。不错，啊，不错啊！你留什么？皇叔就是淫秽书刊的。那留什么？我是汉献帝的叔叔皇叔。哦，刘备刘玄德。知道知道知道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跟你逗吗？跟你开玩笑呢。怎么着这是？我老人啊，我爱这小鬼。烫着，你别老摸啊！我你也别闲着。好，我也来一个。您来个诸葛亮。啊，对，我来个猪狗亮，猪猪狗亮，猪还猪猫亮，啊，猪猫亮什么也行，诸葛孔明，啊，是诸葛孔明嘛，啊，这谁不知道啊？是啊，中国人都知道啊，就是诸葛亮嘛，对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姓朱名姓不是姓朱名葛，姓朱名葛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对对对，是啊，诸葛，啊，诸葛字德亮嘛，啊，什么？诸葛德亮啊，不是。人家诸葛亮没有那德字，人家不缺德，知道吗？诸葛什么？没有，是缺德的呢，才把那德字搁当家了。